再来是我要唱卢凯彤的谁。哦，这首歌好听。本来是要唱那个啦，田馥甄的无人知晓，但我驾驭不了，所以没有。另外一边，那时候你写这首歌的时候，我当时想说，啊，你要唱这首，因为我觉得我不喜欢。哎对啊，如果有田馥甄歌迷，因为我当时也说，因为他可能我喜欢卢凯彤的手比较多，嗯，对他换的时候，哦，掌声鼓励，还没唱就掌声鼓励，对啊，对，我就喜欢这首歌，这首歌叫什么？谁？那个超攻变，很双哦，很双哦，很双，很双。但我是第一次唱，就是用木吉他弹。但我真的很，我真的很喜欢这首歌。然后，那时候你换的时候，嗯，就心里偷藏喜悦的。多长？